喂，黑手，要干掉他，没事，对哦，冷静点，慢慢来。我觉得这边也可以盖过去，这样子的话，这边的床说不定也可以放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盖。等一下，这里我觉得是可以换一些石头，把床放好之后用石头巩固一下，这样我们至少三个点位都有，我觉得那样子的优势就会比较庞大一点了，好不好？这场跟对方打得稀里哗啦，对方也是很进攻的类型，所以这样打起来还蛮刺激的，好好加油，没问题。换上铁剑好了，然后我需要杜鱼这个。OK，呦！哎呦，对方打到我们家了，小心，可以，没事，这么多人打他一个，有，他下去了。OK，稳扎稳打，哇！对方又放了两张床，这边路全部被打掉了，他们是怎样？移形换位啊！我刚刚没看到他，他们是拿那个剪刀把我们路全部剪掉，是不是？他也真用心良苦啊，花了很多时间，这样身上有个剪刀感觉还不错。等一下，我们也可以如法炮制一下。那现在比较麻烦哦，右边已经有人盖好了，左边我们也有把床给抢下来了，还不错。那就只是在于这边有没有要去进攻对方家啦，对方也是有人要准备再去抢那个点位咯。啊！哇，现在全部在右边聚集，我觉得这是好事，因为我人在这里，他们就以为有没有我们要全面进攻那个点，钻石装，重点是对方钻石装的人在这里，那就好说。那其实我只是在干嘛？一个人牵制他们两个人呐、啊，但是他们也有放床嘞，有放床就比较讨厌一点了、啊。来，稍微靠近一点，哇，有弓箭，居然是有弓箭手，可恶，没有料到。那我觉得我们现在哇，是那个钻石装的有弓箭呢。那我身上也就一把石剑，超可怜，只能慢慢在这里送命吗？哇，他那个还是击退二的。这一场对方的资源，中间的绿宝石资源比我们多啦，所以他装已经有点强了，比较不好打了。可恶！哇，左边的床也被打掉了。我原本想说，如果我们的床可以活着就好了，能活着就是可以反制了。现在对方有没有在中间？太强大了，我们有没有办法呢？没有办法。他们的钻石装很多很多，钻石装，他下来了，嘿，不行。石剑而已，它是铁剑，而且它是钻石装，然后我还没问题，好吧？有时候不用小看自己，自己可能很厉害，我们可以多相信自己一点，没问题。那我们这边也是抢了他们的钻石，通通扔出去好了，六颗，我觉得是可以留一下，说不定还 OK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一样把这边桥全部给弄断、弄掉，不给你们。你们会做的事情，我们也会。来，加油！但是分数有很大的落差啦，我们需要放床，队友的床吗？
有放上去了，有放上去了。对方下一个人又来咯，下一个人又来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喂，好，你来，交给你，我先回。一手，喂，打起来，他们打起来了，喂。我想要至少把这个钻石，毕竟六颗，再加上这里至少哇14颗，先带回家，然后我们再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去反制。又有弓箭手了，他们的弓箭手真的很烦呐、啊！来，14颗，怎么办呢？先留着吧。这场可能比较难赢的啦，因为对方有弓箭聚在中间，我们的中间就已经被他们占据了。这场关键就是中间抢输，虽然分差很靠近啊，可是资源没有办法，有点可惜。大家加油加油加油，努力到最后。两分的靠近。对方第二张床不晓得在哪里，右边吗？右边好像是我们的，应该是中心啦、啊、他们中间，对，他们抢走的是中间的床，然后他只要一发箭矢就可以把我们打下去，我们什么都做不到。两个人在射，哎、欸，左边有一个人，中间有一个人，所以等于说我们基本上出不太去了，现在。好惨哦，好惨哦！不管，还是要努力，努力奋战。他还在捡绿宝石。喂，喂，能出来打就出来打，打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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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行！钻石装果然还有差，而且他身上可能是保护式，我们只有到保护三。我也只能拿实践继续不断的冲刺了。现在就是不断的冲，能冲几次就冲几次。不断的去把这个天下给打下来，因为他暂且退后了。中间，哇，我们的床没了，好惨哦！我们的床，家里的床被打爆了，所以他们有人来到我们家了。哇，游戏终结 ，GG， 这场可惜啦，我们放了也只有放一张床。中间抢输，那一开始虽然分数有暂且领先，可是最后起来的时候，他们绿宝石中就比较多。对啊，你看看身上钻石装，拿着什么绿宝石的弓，打不过啊，可惜，这场可惜了。好，没关系，一次的失败代表下一次要成功。God bless me， 再度来挑战啦！我其实觉得啊，觉得这个其实可以多一点地图啊。它到目前到现在为止，我们已经这个模式哦，又想打喷嚏了。嘿呦！这模式到现在也已经有一个月了吧，对不对？都还没有新的地图，我觉得还蛮可惜的。毕竟多一点地图，多一点元素，玩起来也会变得比较嗨。不然有时候都会觉得好单调，又是一样的地图，又是这一场，对不对？感觉比较可惜。多一点地图应该会更刺激。没关系，就算只有一张地图，我们就还是来好好的努力看看。这场看看有没有办法好好的把中间给巩固下来，然后直接，不行啊，队友不行啊，中间已经都是他们的天下啦，都是他们的家啦，问号，他们盖好快啊，我们中间已经输了，直接冲看好了，一把木剑也冲，看看有没有办法去直接也冲到他们家，这条路。有盖好了吗？同学，你有帮我盖一下吗？你没有哎、欸，你这样不好啊，不优啊！有，会手，加
这样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勉强勉强，东西扔掉。他们刚刚看他们家是裸的，所以有可能可以一发一发炮制哦，一发一发，直击直击，实践实践，斜着打斜着打，两个一起上，两个一起上，又一个又一个又一个，哒哒哒哒哒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没关系，把他们都耗在他们家。来来来来，资源资源拿一下，多换一点实践。放在宝箱，等一下大家复活，直接拿实践，直接冲。我们现在的优势是，至少我们旁边的钻石是有的，对方反而没有。对方都直接冲过来，哇哇，这边又要直面一个人了。喂，不管啊，可恶可恶，还是要管一下。好，没关系，再出发再出发，我相信队友有去拿。拿钻石啊！我蛮期待什么时候我们 ChaCha 会有的。这是算是一个跟队友齐心，右边应该也可以盖过去了。来来来，努力一下，努力一下。这边队友有一个跳过去，漂亮漂亮。绿宝石，这两颗哦，两颗啦，我觉得是可以留着。不过中间他们也打起来了，需要帮忙，需要帮忙。这个有，漂亮漂亮漂亮，3颗啦，3颗啦。这该走了，该走了。喂，Switch Switch。来来来，3颗绿宝石，收着收着，嘿咻！对方来我们家，来我们家，没关系没关系，不用怕，小小一个家伙 ，OK 的。那我们再度挑战对方，哇，他也是想要直接过来吗？喂喂喂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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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跳过来跳过来，这样子我冲过来，他为了追我也要往他们家走，也算是一种牵制，我觉得不错。喂喂。你好，你好，哇！我没有打到他，但是至少，哎呦呦，他有被打下去，而且还把另一个玩家牵制回家。那这时间点，我们队友又可以做更多事情了。来来来，现在不断的牵制对方的资源，然后呢，然后呢，我方就有比较多的资源了，对不对 ？OK 的 ，OK 的。喂喂，想打我？快点快点跳跳跳跳！对方都还没有去拿旁边的钻石，跳跳跳！不过他们都有一个人守在家啦，哎呦，我这边跳的不好，哎呦，被我打下去了。那我这样子是有机会，是有机会打掉的吗？有没有？哇，有机会！而且现在他们没有钻石啊，他们没有钻石，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优势。有没有办法干掉一个？啊，可惜可惜可惜，有吗？没有。来来来，我们再出发再出发一次，这场很有大的机会，直接秒对方哦！来哦来哦来哦！对方现在应该开始紧张了，他们应该会开始往旁边的钻石盖过去，因为他们现在没有钻呐。他们虽然一直来中间跟我们厮杀，可是呢，他们没有钻石，就代表没办法买床。哇哇，他们没有，还是没有啊！哇，鸡腿帮帮 ，victory 一个秒杀，双方一直在中间彼此厮杀，但是呢，我们策略用策略为胜，对不对？我们都还有抽空去拿旁边的钻石的资源，让武器有 ChaCha， 这个就是彼此的落差了，不错不错。好好，喝个水。这场打得开心，那就再来一场。等一下我们也可以玩玩杀手，这样子比较不会那么累。这个有裸男，有裸男在，看着有点不舒服啊。既然觉得不舒服，那要怎么办？那就打爆他，打爆他！来来来，收集收集资源，准备冲冲！我来测试一下48个羊毛有没有办法盖到中间，好不好？我想说他们都盖那么快，对不对？说不定他们其实没有等那么久的资源，很早就出发了，可以来试试看。感觉够哦，感觉再盖到中间32个会不会就够了？48，真的盖到中间其实需要的羊毛很少，很少，一下就到了，很快哦。哎呦哎呦，不错哦！
哎呦，以后就知道啦，不用等那么久，有没有？我们这样子怎样？先持得点，然后绿宝石扔掉，扔掉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要直接，哎，对哦，你卡到我啦，对，直接洗到他们家，直接拆床，你拆我，我来打。他怎么卡在空中？没关系，一个秒杀，闪电战，闪电死了，靠队友了。没关系，他们已经没办法复活了，而且他们没有钻石啊！我们换个时间好不好？换个时间再出发，冷静点，微冷一下，微冷一下，以防万一也有14个。好，来，对方已经没办法复活了。那我们现在对，中间的队友加油！哇，他输了，可惜，没关系，他还是冲过来。你死了，还有我，对方已经率先扫了一个人头喽！闪电战，对方现在完全是想要往那个钻石点位靠过去，所以呢，我们只要在这里突袭，哇，victory，超级闪电战，一下子就秒掉对方啦！666，谢谢。这中介龙的获胜方式也太猛了，哇哇！床战需要玩多久啊？1分钟秒结对方，GG，好快哦，超快的。